哎呦！姐姐那条掉出来了，我把它给弄到姐姐的碗里了。嗯，好的，那谢谢姐姐有没有说谢谢你？没有。嗯，来，我替姐姐说谢谢你啊。你表示一下。你在干嘛呢？我在做乐器啊。做乐器啊？你这是什么乐器？碗乐器。碗乐器啊。嗯，好棒。好了好了，吃完再说。你这样打扰姐姐吃饭了。嗯，你好厉害，你好厉害，姐姐今天比赛输了，你得加油，知道吧？妈妈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西西爸爸。等一下，等他们两个人吃完饭以后，我来给他们做个游戏。带着什么游戏呀？等一下，你配合我跟姐姐一起玩一下，好吧？嗯。好吧。昨天晚上你还跟我吵架的。我跟你吵了吗？嗯，谁吵赢了？你。啊？谁？你、嗯。那是因为你不听话，所以跟你吵架，知道吧？那可是你为什么要打我？那是因为你不听话呀。你听话的话，我会打你吗？啊？也会吗？你这人不又不说实话，我懒得理你。我有没有打妹妹？你知道呀、啊？啊？你就知道点头，是你教他的吧？好了好了，吃完了，吃完了，可以了，开始了。你就算了吧，你吃了这么久啊，还有一碗在这里。难得妹妹今天吃饭快一点点，难得啊。昨天晚上我吃饭也是比姐姐快多了。奶奶鼓励你没有？姐姐也在鼓励你。来，把这个拿下来，把这个拿下来，嗯，快点，扯下来。放到厨房里去，放到厨房里去，啊，放进去，放进去。嗯，好，可以。啊，过来把反应脱掉，放沙发上去，放沙发上去。沙发在哪里？这里，这里，来来来，这里，那边，那边，那边。你放哪里去啊？嗯，好嘞。来，先穿好鞋子吧，先穿好鞋子来，坐下来。这个鞋子的话它不是很好穿，啊，现在冬天的手也特别冷，所以说就暂时不怎么训练它这个动作。把这个鞋子拿过去放，拿过去放。来，再把凳子拿过去放到边上去，把凳子拿到放到边上去，哎，放到边上去。嗯，好的，过来，近点。嗯，好吧，来，我现在来教西西抛球，西西抛给你，然后你再抛给西西，好不好？不对，你抛给我，我要西西。西西他单独一个人接不了球，我要帮着西西。嗯，那西西来，来过来，我带我，哎呀，我带着你来抛球去吧，来来，在这里，等一下，等，哎，因为西西的话，他别人丢东西给他，他不会主动拿手去接，也不会说拿着球这样去抛，所以他，哎。所以我现在来训练他，来陪他玩一下这个动作。拿不到啊！哎，那星星，来你来你丢给他，星星自己接自己接。哎呀，接到了，丢啊丢丢丢丢！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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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不会丢，他不会丢这个动作，来接，再来。丢给他接，哎呀，哎呦，小心点，摔了没有？啊，叫你不要跑这么快啊，痛不痛？嗯，不痛，没事。好嘞，嗯，好嘞，把球拿过来。好了好了啊，好嘞。姐姐给你捡球，那你慢一点跑，慢一点跑啊。好，开始，来，姐姐过来。可能有点摔痛了，他自己偷偷的躲到房间里去了，现在不要玩了。那其实我们不进去，我们不进去，妹妹要有那个，不能去，不能去啊，不能去了。还好妹妹性格里面还算要强的，她可能哭也不愿意那个。来，我们来拍拍球，来，我们来拍拍球。
你来拍，丢一下。哎，来，你来接，我来接，我来问你啊，一二三，接，来接住。耶，好的好的。啊，你干嘛？怎么了？怎么又不高兴了？啊，那你到房间里去玩好不好？你在这里，姐姐就会缠着你，知道吧？但是别人破我这个画。这个画我就放到这里，不要让姐姐识破。这个画，那你拿到房间里去吧。好吧。啊，拿房间里，他就不会来啊。我们不进去，你待一会儿啊，待会儿再出来啊。等一下就可以出来。啊，等一下就可以出来了。来，这里，是不是？来，你过来，再过来。你不要去妹妹那里，不要去妹妹那里。你站好。他现在他就不愿意玩了，可能没有伴的原因，有妹妹在的话可能还好，妹妹不在的话他可能就不行，不玩了是不是？啊？拿着就放，不玩了就算了。这个又知道啊，不想玩了就拿走了，啊？就是怎么说呢，他好多动作他都没办法做，训练起来有的时候也很费劲，真的，你说一个小时可能随随便便就一下子就过去了，为什么说不给他去康复中心训练这种感统的这些东西，这个费用就有点耗得太快了，知道吗？今天训练到就到此为止了，前前后后差不多也快一个小时了。